三星 Galaxy TAB S4 曝光，搭载骁龙845。关于三星 Galaxy TAB S4 平板的消息越来越多了，之前传闻说该平板会在 FA 亮相，但具体时间还没确定。根据外媒消息，他们已经确定了 Galaxy TAB S4 发布时间。据悉，三星将会在8月1日发布 Galaxy TAB S4 平板，或许还会同时发布 Galaxy Watch。如果消息属实的话，三星 Galaxy TAB S4 将会在下周三亮相。根据此前的消息，三星 Galaxy TAB S4 将采用 10.05 英寸屏幕，分辨率为 2560×1600， 搭载高通骁龙835芯片，配备 4GB 内存加 64GB 存储，前置8万加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组合，电池容量是7300毫安，运行 Android 8.1 系统，配备 USB 3.1 接口，支持蓝牙 5.0。 另外，三星 Galaxy TAB S4 还配备了新款 S Pen 手写笔，目前已知三星的 Galaxy Note 9配备的 S Pen 支持蓝牙连接。